我这个裙子质量怎么这么差？没你啊，这裙子质量挺好的。你谁呀？哪位？我哪位？你刚才踩这辆车，是我的。哦，你的？这个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美女，坐车吗？想坐。想坐啊？想坐就坐呗。去哪里？去大头铁公鸡村呢。大头铁公鸡村，顺路，收回你55块钱，上车，快点。哎呀，55块呀？哎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上车吗？很便宜的啦。帅哥，哎，你能不能免费搭我一程？免费搭你啊？哎呀，美女就喜欢开玩笑，调皮。哎呀，我身上没带钱啊。没带钱啊？是啊，美女，刚刚从广东东莞那边回来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。广东东莞那边更多钱啦、啊。既然你那么喜欢开玩笑，我不收你55了，收你45了，上车吧。可是我身上真的没带钱。美女，你刚才说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东莞。东莞，遍地都是黄金，怎么可能没有钱呢？可是我捡不到那个黄金啊，我不知道哪里有黄金捡。美女，打螺丝就有金捡啦。你看，我认识那些女孩子，都是在那边打螺丝的，赚得盆满钵满的。可是我真的捡不到，我身上真的没带钱，你就免费搭我一程嘛。美女，我看你身材挺好的，在东莞那边估计是头牌打螺丝的，怎么可能没有钱呢？你这个身材随随便便个100块钱一个小，100块钱一个月，正常啊。可是我身上真的没带钱。像你身材那么好，美女，就随便找个男朋友，一张开腿不是一张开口，大把男孩子送钱过来。真的我想找啊，可是他们都看不上我。哎呀，美女，咱们严肃点吧，毕竟我是要做生意的，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好不好？这45块钱，40块钱吧，爱搭就搭，不搭的话一边去。帅哥，免费搭我一程。我又不是做挤压机构的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一直看你，看你，看你开个玩笑行不行？你免费做我老婆行不行？大家知道？哎，行啊，行啊，可以、啊。哎呀，美女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不要打扰我生意吧。天气虽然热，也不至于把这个整个人都烧糊涂了。我是认真的，我真的做你老婆。美女，咱们认真跟你讲一句好话，好不好？25块钱，爱做就不做，不做的话，咱们就不要开玩笑。你做我女朋友这个事情，那个是要从长计议的啊。不用从长计议了，就现在开始了。那个择日不如撞日，你遇到我就是缘分。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。美女，不开玩笑吧？没有开玩笑啊，我很认真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肥妹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八字可以哦。肥妹这个名字的八字跟我很相称哦。哎，美女。真的是做我老婆？真的，做我老婆可要吃苦受难的哦。我不怕的，天天吃青菜的哦。那个可以减肥。你要做很脏很累的活哦，要挑尿水去淋菜的哦。可以锻炼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应该是真的吧？是真的吧？真的。我叫大头。大头。那真的做我女朋友了？真的。哎呀，那。那我现在是送你回你娘家呢，还是回哪里？回哪里都可以。哎呀，我家里面的房子是挺多的，有两个房子。去你家吧。有空调房。走。哎呀，顺便宰个鸡，杀个鹅，庆祝一下咱们第一次见面啊！不，叫做什么？天生绝配。哎，可以。喜极良缘。可以。上车吧。好。哎呀，那以后你改口啊。也叫我亲爱的哦，亲爱的。那抱抱。哎哎，那我先买个哎烧鹅回去给你补补。好啊。哎，坐完了。好的。给你大补啊。终于可以免费坐车了。